大家好，我是若乙，欢迎来到 Arena。 那今天呢，我要做的这个影片呢，是分享一下给大家，这个所谓的 Anchor 系统呢，但是前龙头的 Anchor 系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呢，我用的是三片这种银色的，这个多功能龙头呢，去把它叠在一起，然后去做了一个，在这两个位置呢，是打了两个洞。然后是洞呢是足够刚刚好给这个蘑菇头，然后上面呢用了2015的这个后面的龙凤尾，然后去做一个支撑，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呢是可以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可以做一点点的后摆，然后这边也是，然后呢也可以做一些左右的这个移动。当然，角度晃动的不是太大。然后呢，这台车用的呢，我选择用的呢是后面是没有放任何的支撑，那整个是这是可以，应该可以称之为一体式的这个提钉架吧。我选择用的是这种一体式的提钉架，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它的轨道呢基本上都是跳那种大山。然后那种大跳台，所以，我觉得这种大一体式的提钉架呢，会比较适合跑那种设定。然后后面呢用的呢是这也是银色的这个龙头，然后去做的这个Anchor 的这个系统，然后当然这个里面呢有一些这个比赛的影片呢是多谢这个美国的一个 YouTuber 叫做Janet。他的名字也叫 Zamblaster， 他也是个在美国很有名的 YouTuber。 那我是经过他的允许呢，可以用他的影片呢分享到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实际在轨道上跑的时候是长怎么样。总共呢是有两个比赛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然后这个车子呢很运气非常好的呢是在两个比赛呢都拿了第三名。 OK，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影片咯， Check it out。
OK， 那这就是这台车比赛的影片啦。当然，我也知道这台车速度呢并不是很快。其实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抱着这个试验的心态呢去把这台车拿去参加比赛的，只是没想到它能撑到最后。那当然，我这个由于这次是我第一次组团，把加拿大的朋友呢一起带到美国去一起去玩，所以其实整场来讲我都非常的紧张，所以基本上我都是打安全牌。那在这里呢，我也要谢谢DXM 的 Scott， 还有呢，也就是我们美国土豪 Dojo 的 Mattang， 那也要多谢他们两个呢，为了我们这次的旅行呢，都办了一场比赛给我们玩。那当然，这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讲呢，也是非常好的回忆。那就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他们。OK， 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那如果说喜欢我影片的朋友，就麻烦按赞、订阅、分享喽。那当然，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疑问需要我解答的，也不用客气，可以在下方留言哦。那我看到呢，我会尽我可能的去帮你回答你所有的问题的。OK， 谢谢。喜欢我影片的朋友，记得要按下这个小铃铛哦。那下次有影片更新的时候，你会第一时间知道。谢谢，我们下次见。